好朋友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3月12日星期六，今天要跟好朋友分享乐在工作之一。我们每年都抽签换新工区，每个工区内都有值得观察的事物。有一天荣翔扫到一半，抬头远望，看到国旗随风飘荡，搭配当时的天色，形成一幅很美的景象，赶紧拿起相机把它录下来。回家后配上国旗歌，请好朋友鉴定看看适不适合。最后祝好朋友心想事成，平安喜乐。